大家好，欢迎收看《生命》这个节目。较早之前呢，我们采访了朱清时教授，他和我们从量子物理学以及设计时空的角度，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了到底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最近呢，我又碰到了一位有趣的人，刘峰老师。刘峰老师呢，试图帮助我们站在一种如何提高人的维度的角度，去提升人的生命的自由度。自由是来自于对维度的提升，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起来看。人生的根本意义在于提升意识能量的自由度，就是提升维度。因为一维是一条线，我怎么打扮它都不美；二维是一个面，我可以画一个很美的图画。我们人对二维的美感比对一维美无穷多倍，再美的画我不如把它变成立体的。我们对三维的美感比对二维又美无穷多倍，所以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美多一维会多出无穷多倍的美感。那我的意识在第四维，我看到的一定比三维空间美无穷多倍，那个比现实美无穷多倍的地方，宗教管它叫天堂。那这就是从三维进入四维状态。四维状态什么？就时间是变量。所以《星际穿越》里面讲的那个虫洞，实际是把三维空间折叠，非常遥远，用我们三维不可想象的距离到第四维，它可以瞬间。那么黑洞呢，在这个美国的科学家研究，实际是通向高维的，相当于通过这个黑洞可以进入无限维度。伏羲观天观到的河图是什么呢？实际是高维能量成我们三维的像，进入我们这个空间的焦点。就是在宇宙空间存在不同的维度，生活在不同维度的生命状态它不一样。那从高维进入低维的时候，它可以穿越我们时间的顺序，因为到第四维时间是变量。在第四维状态下，我们三维所有的开始、结束、生和死已经完全被超越了。当被超越以后，就不存在开始、结束，这跟我们佛家一个概念高度契合，叫缘起。缘是什么呢？是在投影源里面的关系。一维是二维的投影，二维是三维的投影，三维是四维的投影。投影原理的关系决定了我们现实能量关系的根本的内涵。刘峰老师跟我们分享，他说一维是二维的投影，二维是三维的投影。我们来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推测，是不是每增加一维，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考方法就多了一层呢？其实人的身体整个全是投影的像，是能量的聚合，这就可以我们从量子的概念来讲了。我们看我们所有的物体，最小的这个化学和物理属性只有中子、正电子和负电子三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实体其实全是能量波成的像。而能量波没成像的能量集合是什么呢？是信息。信息是什么呢？最简单的一个信息就是正弦波。正弦波我们把它叫简弦波，大道至简，所有的波全是正弦波。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说是龙的传人？其实一切的最初始全是正弦波，龙是正弦波的图腾，它是一切的起源。太极反映的就是正弦波的两部分，上面下面组成太极。在太极之前是无极，所以一化开天它是什么波都没有的，只要起一个波，其实就是我们起一念。佛教讲一念一众生，当一切都是正弦波的时候，啊，我们理解这宇宙空间的一切事物就简单了很多了。但是一般人我们只注重了能量波的振幅、振动强度、频率，啊，它的色彩，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正弦波的维度，也就是它的自由度。它是在直线上跑，还是在面上跑？还是在立体空间里跑，还是超越时空？能量波的维度比能量波自身的强度、频率重要的多，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最重要的这部分。而不同维度能量关系是什么呢？是投影关系。一维是二维的投影，二维是三维的投影，三维是四维的投影。这在我们线性几何运算里面都是这么用的。我用到了一个概念叫数学归纳法，就是可以通过一维和二维的关系去验证二维和三维的关系，进而验证 n 减一维和 n 维的关系。我问过很多成功的人，我说你人生最重要的那几步决策的依据是什么？我得到回答出奇的一致：直觉。
直觉是什么呢？直觉是来自高维的信息。我们人类所有科学发明来自于灵感，灵感是来自高维的信息。我这个手是个二维的像，当我把它挡在眼前的时候，我根本看不见三维，我把它拿开看到三维。我们每个人的意识里面充满了三维的像，当你把最后一个三维的像从你意识中拿到的时候，你得四维之后。科学是希望从三维、四维、五维、一维一维往上爬，但我们东方智慧不这么玩，它是从最高的 N 维智慧 N 趋于无穷大来看整个宇宙，它讲天人合一，它讲无上正等正觉，它讲唯一的神，只有 N 维 N 趋于无穷大才符合无上，才符合无极，才符合唯一。它是从整体宇宙观看，它是从上往下看的，因为什么呢？三比无穷大等于零，四比无穷大也等于零，任何有限数比无穷大它都等于零。当你专注于一点的时候，你也可以进入这种无限的空间状态，所以不需要执着在中间任何一个维度上。但是呢，这个过程又让我们再证明另外一件事儿：本自具足。每个人内在智慧是 N 维宇宙空间 N 趋于无穷大智慧具足圆满的。我用一个简单的逻辑来证明：我手指尖这一个质点，既有这个灯发出的能量波，又有这个灯发出的能量波。这个宇宙空间的所有能量波都会通过这一个空间质点，这一个质点具足宇宙中的所有信息和它们的相互关系，这叫宇宙全息律。这是释迦牟尼佛出定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叫众生皆具如来德相，这一点叫灵维。所以从灵维到 N 趋于无穷大这两极，一个是奇大无外，一个是奇小无内，它无漏地把整个宇宙信息全部包括在里面了。而所有中间的从一维一直到 N 减一维全是什么？分别，是由我们的念我们的意识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幻想。所以你是往上走到多少维也没有多大意义，只有通透通到无相的境界，这就禅所达到的离一切相的境界，你才能跟这两头的智慧合理。如果一个人能把生命中的所有的当下都用来转念提升，那他生活在一种全然的喜悦的生命状态。所以佛教的修行也不是说的修的未来啊，修的来世，修的全是当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一套理论，说的这个那个理论，最后所有理论都是让我们当下能够获得内在的喜悦，当下连通高维智慧。因为刚才一会儿过去未来全是三维认知，在这个认知里面连四维都去不了，更别说 N 维，只有当下是连接高维的。而连接高维的那一瞬间产生的喜悦是没有任何一个物质世界的喜悦能替代的。刘峰老师刚才跟我们说啊，人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破除你对于现在三维世界的局限性对你带来的一种限制。当我们跳脱开对现有固定的时间和空间对一个问题的焦虑的时候，我们能够站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啥事儿都不是事儿。好了，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关于生命这个话题，下一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